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傅林。那现在时间呢是11月23号早上的9:49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今天就是要跟各位说，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哈，来看到这里，就是我在昨天的部分 ，YouTube 公司给我的这个收款通知。好，那我刚刚打开我的外币账户，就是我的那个台新银行的，我是用台新银行。那在这里呢，它就有一个收款的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，在这里。对，它就是今天它已经有拨款给我了。那原本的款项是11.88的美金，那我实际会收到的是105块的美金，好不好？这个是YouTube 做3000订阅吧，3000订阅之后的第一笔这个费用。那我有算过，就是这一笔款项换算成台币，如果是105点，它是点多少？点四六好了，它是点46美金，那我们去乘以31，就是3000多块台币。好，3000多块台币。所以我之前呢有跟各位说嘛，就是这个款项我会捐出去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提领，然后提领出来之后就把它捐出去吧。好，那各位可以看到哈，这个就是我实际领到的105块。它这边也会写，就是这边有写啊，新台币就是大概是3284啊，3284。那我待会呢，我们就把这些钱全部的给它捐赠出去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把这个要换算成这个，因为它寄过来是美金嘛，所以我们就要换算成台币。然后这边 APP 就有一个很方便，这边就有一个那个换台币的哈，我们就点进去。那我们就是新台币，我们就全换了，因为是全部嘛，所以说它这个是汇率3139.2，所以我要打要怎么打105。1046啊，3290，好不好？3290，好，3290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按这个换汇，好，那这个就换汇嘛，就会换到3290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是登入，好，成功交易成功，好，这边就是3290，好不好？3290，好，3290 ，OK。然后呢，所以我们换这个3290啊，待会我们就把这些钱全部捐出去，好不好 ？OK 吧，各位 ，OK 好。OK， 各位，我现在呢就是要来做这个捐款，好，我要把这个3280都捐出去。那我呢想要捐的这个单位呢是这个。儿童癌症基金会，哦，那为什么要捐这个儿童癌症基金会？也是因为你们也知道我是癌症病患嘛，然后就是我在小时候罹患过癌症，当时化疗呢的费用都是由这个基金会所提供的，所以说真的很感谢他们，所以呢我就是想要来做这个捐款，那我想要捐给他们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操作。好，那可以看到呢，就是他们这边有写。捐款账号是捐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台北富邦的城中分行，就是012，代号012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捐吧。好，那给各位确认一下，005-0021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我这边，我这边也可以看到005-0021。好，金额是3280，然后005-0021。那么再来就是09664150966415，来看一次。005-0021，然后09664150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是要来进行转账喽。下一步，
好，下一步，好，那我们就是转账来给各位看一下。转入账号，好，那这边3280，3280，好，那我们就是会输入到这个验证码，好，那我们这边就直接输入上去，然后按确定，好，那我们就好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成功了，就是台北富邦商业银行的这个账号，好，这个是儿童癌症基金会的，这样好不好，各位？好，我们已经把这个 YouTube 的所有的收益都捐给儿童癌症基金会，那真的很感谢各位就是这几年来的支持，那今天捐的这笔款项不是我一个人功劳，而是你们的功劳，因为毕竟是你们就是看我的影片，那才可以让我拥有这一笔的收入，所以说这功劳是各位的，好吧？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只要是有观看我的影片的每一位，你们都是跟我一样有一起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，大家都有一起做公益，这个也是我当初想要把收益捐出去的目的，就是做这个公益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，而是你们所有人，大家我们一起的努力的结果，好不好？真的很谢谢大家。那未来呢，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多多支持我的影片，好不好？那我是傅林，我们下一部影片继续如影出走吧，拜拜。